带我到尾，在这里睡觉，小芬。睡吧，你睡吧，给你睡。哇，阿辉钓到鱼了，草鱼啊！哇，有鱼啦！啊，好重啊！喂，好重吗？好重啊！喂喂。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越南美食啊。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好久了，我们没有去钓鱼了。今天我们来钓鱼。对，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去钓鱼。今天我们有两个鱼竿，对，三个鱼竿，一个人每个人一个吧。你们吃什么啊？啊？中国的小吃。中国小吃啊，这个是鱼啊。好吃吗？哎，今天我们钓完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烤吧。啊，我们用烤，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景吧。今天没有太阳的，天气很凉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塘啊，好多鱼的。这里我们也有个鱼竿，放在这里的。这个用钓鱼的小厨啊，你吃完了。你都吃完了，我们用钓鱼的，我就是鱼，香肠，哎，都是中国的小吃的。如果呢？哎呀，你们看，钓到鱼了吗，小芬？没有是吗？我们钓了五个小时了，你们呢？太困困吗？困不困啊？太困了，啊，然后呢，俊哥去那边钓了，哎，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钓不到鱼的，小猪困吗？哎呀，今天没有鱼钓了。看小芬，你们饿吗？不饿，只困不饿是吗？小猪在干什么？去玩游戏啊？玩游戏是吗？他钓不到鱼，所以呢，在玩游戏。俊哥在那边啊，你们看到不到啊？在远远的那边，五个小时钓不到鱼，今天吃什么？今天没有美食了，吃菜、喝水，给你喝可乐，谢谢。小猪给你喝水，不喝。钓不到鱼，在这里睡觉，小芬。累啊。睡吧，你睡吧，给你睡。哇，阿辉钓到鱼了，草鱼啊！哇，有鱼啦！好大，好重啊！喂，好重吗？好重啊！喂喂，喂仔，爱博哥啊，爱博，没有啦，想哭了，没有鱼了。我们等五个小时了，钓五个小时了，好钓的啊，六个小时了，六个小时啊，哇，太大了，好浪费啊！哎，好可惜，好可惜，没有鱼。这个坏了，这个坏了，换吧，换鱼，换还有吗？还有，换鱼钩啊，那个鱼钩没有了，没有，有鱼又有鱼了。哇，太小了。对对对，甘蔗的。这个小的。公公的吗？对，也行吧。可以，有鱼了。钓到鱼了。喂，开心了吗你们呢？哇，我们等他。等好久了，现在的才有鱼。六个小时了才钓到一条鱼。这只还小小的，也可以吧。小心！回家做美食了。等。一个就是他刚钓到，他就想想加这个鱼吃了。放哪里啊？放这里吧。给你们看一下。好漂亮！好漂亮！漂亮，放在锅里是吧？可爱吗？漂亮，漂亮，帅帅啊！好吃。
有点小啊，但是这鱼他们养了好像是两年多了，因为这鱼他们是给那个吃少的和那个香蕉叶，所以呢，等等，哇，阿辉又钓到鱼了，太小了，放吧，放了吧，这太小了，你要带美母了，太小了，哦，哎，没有香蕉钓了。hay là mang về làm ăn gì không thả không con này bé quá thả đi ôi rách miệng rồi chưa có chưa có thay sọt là rách à. Miệng rồi máu rồi hào chí tung hào chí tung mình đi chính ta tao dưới rồi hôm nay chúng ta chuẩn bị về chị của mình cha chua mấy xứ là cha giờ cha bữa tôi khai khai tao quán sang là suy nghĩ là mình chuẩn bị chua quán phan xứ là hóa ra mình hồi chi vào收工 boom boom 收工回家啦回家做美食啦哎呀今天才钓到一条鱼啊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都回家了、啊、我们做好了做好了对今天我们有鱼有鱼跟那个西红柿一起做的对、哎、看它的汤啊哇哦俊哥蘸水跟那个白饭一起吃，谁都饿了，没有辣椒，我们没有吃午饭的，饿了吗？小芬，好饿，谁都饿了，俊哥也饿，我也饿。还有啊，佛手呢，鸡蛋呢，辣椒，听见按钟，听见了知道。OK， 我们吃饭吧，请大家跟我们来一起吃饭，请大家。我们钓了六个小时才钓到一条鱼小小的鱼钓到一个大鱼一条鱼了很大的但是这个鱼我们这个鱼是他们自己养的好甜啊这鱼是吃少的那个香蕉叶没有那个很料那个，它的肉很甜是吗？嗯，很好吃，不腥。但浓滚的很浓。今天我们在啊外面吃，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风景吧。好热、啊。对，好热，今天真的热。现在是五点吧？五点。看一个风景吧，有个太阳，所以呢很漂亮啊。你们还想去钓鱼吗？还想啊？钓不到还想，下次我们再加油钓到大条鱼。对，俊哥钓到吗？没有钓到。啊，你说你钓到啊？个鱼很大的，你说没有钓到的？我说每次我去钓鱼，每次都能钓到鱼，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钓不到鱼？可能有个两个美女钓不到。对。不想吃肉啊。今天吃什么都好吃的。鸭蛋啊。什么味的？鸭蛋。我以为是鸡蛋。鸭。鸭蛋才好吃。什么味的？有没有？好。什么味？有什么味道？啊对，没一样的，一样的，两个蛋都是一样的。听说过，听说过，没有真我那也。鸭蛋比鸡蛋好的。我那呀。饿吗？慢慢吃啊，小猪。不要看，慢慢吃。慢慢吃啊，我们都吃饱了。对，我们在等你的。哎呦，不要害羞啊。今天你还要？今天你还好笑啊？不要不要。安利吃吧吃吧，没事。没事，小芬也在吃的。芬在吃，阿丹嘛。不要害羞啊。打对。打对，打对，打对，打对。
都吃饱了是吗？哇，都吃完了，鸭蛋哇、哦，好饱啊，好饱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视频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了、啊，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